嗨，大家好，我是 May，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很多人都听闻过 Mayfit 的居家徒手训练强度不是盖的，那今天隆重的邀请到我们正能量的负责人何守正来到我们的 Mayfit channel。 Hello， 大家好。哇，这个身高真的是有巨人的感觉。今天很感谢 May 的邀请啊，就是让我这个机会哦，来你这边一起跟大家做训练。你知道等一下要面对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们要做一组非常高强度的20分钟极速燃脂的 HIIT 训练。平常你有做有氧运动或心肺锻炼的习惯吗？本来就是做比较硬的训练哦，就是大部分每天就是1个小时的重量训练，然后完了以后呢，登阶45分钟这样。所以你要说这个的话，那个等一下如果有很多不好听的声音哦，就大家就稍微逼掉，因为我很久没有做这样高强度了。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很多的人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那么多时间每天练的人，一次做你这个套餐非常好。好，我们话先不多说，直接跟着妹一起挑战下去。好，我们来到瑜伽垫的底部，两手爬到平板支撑的位置，用我们的手回来碰一下对边的脚。好，一脚做完之后，我们换另外一只脚回到平板支撑，慢慢的爬回吐气。那这个动作呢，它可以唤醒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我们也会运用到手臂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基本的平板支撑，刚刚的核心只有一半被唤醒而已。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肩膀前移两个，会运用到我们的肩膀肌群，接着做蜘蛛的平板。蜘蛛的平板会把脚往头面的手肘靠近。好，那两个肩膀的前移，那记得我们的背部都要像桌子一样的平坦。两个蜘蛛平板，两个前移，两个蜘蛛平板。应该一定有感觉到核心在燃烧，我也流了汗了。呼，大家记得过程中要呼吸吐气。两个蜘蛛平板，肩膀也会有酸的感觉。那待会是一个下肢锻炼的组合，我们会做深蹲，可以稍微停一下，接着往侧边做一个分腿蹲。所以一脚做完之后，我们会换边。来深蹲，跨步蹲，深蹲，跨步蹲。那这个组合呢，是一个锻炼我们大腿前侧还有臀肌的优秀动作。要注意我们的膝盖。一直都是往前的，不要内八。那起来的时候可以帮我做一个嘴巴吐气的动作，我们才刚开始而已，加油！好热。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一样维持在深蹲的站立位，我们的两手会合十，像是在伐木一样。我们先从侧边，同时做一个下蹲，往上，接着往侧边，左右的轮流。那如果你有很多怒气的话，你可以甩大力一点，哈，守正哥很多怒气，非常多，不行，保留体力，对。保留体力，保留体力。回来的时候，大口的吐气。
回的台膝跳，我们做一点点小变化，三个台膝跳，停留在高空中，停一下，再继续。对，好，让你偷偷休息。Thank you， 非常好，非常好。一二三，停！一二三，停！可以的人，最后一脚可以挺高一点，感受到腹部的收缩，小口小口的把气吐出来。这个也很累哦。哦，可以。等一下，我们右脚前从一个分腿蹲的预备动作，下蹲触地跳，没错，小小的跳就好了。好。跳不起来的话，我当作没看到。他这个动作训练到我们大腿前侧，还有整个爆发力。如果真的跳不起来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起身的动作就好了。还有体力的话，跟着我们一起挑战自己，加油！哇，真的很累。这个太有感了。废话不多说，左脚。OK。我们先保留下体力好了，小小的跳。OK。怕等下爆掉。没问题。那下一个动作还是会结合一点跳跃，先做左右小小的，再一个大的，然后往返这个组合。1 2 3 1 2 3 假装自己在跳绳一样，单脚两个，单脚两个。趁这个时候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真的有没有一种把自己当专业运动员的感觉？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太棒了，哇！Is it only me or what's happening to the what I see is that we can't be
happy chasing temporary highs。 那待会我们会从瑜伽垫的底部做一个深蹲，碰一下地板，接着往侧。这个动作我们也不求快，顺势的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但是我们的深蹲要完整的下去，碰得到地板。待会我们两个直拳做完，直接接勾拳左右，一直维持在战斗姿势。那出拳的时候，记得用我们的核心扭转，把我们的拳挥出去。出拳的时候搭配吐气的动作会比较顺。多用一点腹肌。把你的怒气都发泄出来，加油！今天好像每个动作都需要擦汗一下。要要，地板都是我，不好意思啊，已经湿了。等一下，我们从一个深蹲直接往外跳。好，深蹲，跳，深蹲，跳，吐气。She offered me brain, come teach me, give me the knowledge I needed. There for relieving, deep therapeutic. I'm catching the sleeping, giving her back just so we are even. Don't you come back until you are needed. She constantly calling me toxic. I'm just a young nigga for the slope. Look at my diamonds, they wet in their throat. Look at your diamonds, they need to get soaked. I'm walking the water, I'm pushing the boat. I'm kicking her out, don't mean it be cold. But it's so cold that I got me a goat. You rappers can't freestyle the shit that I wrote. You niggas my son in the back that I told. They call me a star, they watching me go. It's not many pictures, they think I'm magnificent. Think I'm proficient, they call me the goat. Despite that I'm living, I bury my feelings. 一半的波比，两手先下去，往外跳，回到深蹲，直拳，起来吐气，呼 ，Go。Gotta watch my back cause all my odds be on me. When I shoot I never miss, that be like there go Kobe. Don't you say you love me, you gon' have to show me. She say she gon' turn me on PlayStation Sony. She gon' pull up to my crib and ride me like a pony. I don't like to kiss and tell, I just keep it low key. I'ma buy a private island and just name it Coney. Ay, yeah, Coney, all my brothers roll. Soapbox, she's sucking me clean like she clove rocks. The way that she slobbing and slurping my dick, I'm changing her name to the throat guy. Peeping, poking my niggas be sleeping, sleep on me harder than Snorlax. 好，我们做一个跪姿的伏地挺身，推起来，做一个轮流碰肩的动作。做伏地挺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背、屁股跟腿一直陷得下去，核心收在上面。碰肩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稍微小休息，但是骨盆不要做翻动。Ladies, they thirsty, actually hungry. They look at me like I'm a steak dish. Do this by myself, I do it by my lonely. Gotta watch my back, cause all my odds be on me. When I shoot, I never miss, that be like there go Kobe.
然后待会我们会从手撑的平板支撑，然后在做蜘蛛平板的时候，我们一脚先往同边的手靠近，然后做一个跳，两个停一下，两个停一下 ，OK， 一二停，一二停。动作非常的考验核心、有氧以及我们手臂的支撑。加油！这个很累。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趴卧，趴卧我们待会两手抱头，挺背，停留个两到三秒，接着慢慢的下来。超人式，停，慢慢下，感觉到你的阔背肌有收缩的感觉，调节自己的呼吸。我们已经来到训练的尾声了，漂亮，加油，可以。手支撑的平板，往旁边的手点一下，接着往上做一个划船，一样考验到我们的核心，使用到一点点的背肌，划船的时候缩一下背肌。慢慢做，不用急哦。如果屁股抬太高的人，要记得稍微压下来。一样会针对我们的背部上方以及我们的后三角，那我们待会两手会往侧边延伸，做一个像小叮当一样绕圈的动作，那可以的人胸部胸口这边帮我微微的离开地面，一样也可以趁这个动作在进行的时候调节自己的呼吸，用鼻子吸气，大口的吐气，同时的感觉到我们的后三角、肩膀后侧的小肌群，不要轻易的放弃，我知道你可以的。哎呦！那待会我们会做一个侧平板的支撑，所以我们下面的手臂呢作为一个支撑点，用我们侧腹的力量把身体抬起，可以的人帮我做一个臀部下沉的动作，直接抬起。如果身体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不稳是正常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的难处。加油，感觉到你的侧腹力量，记得呼吸吐气。Subject good discussion.
is the your girl Instagramming, double tapping tons of likes. You the baddest, stuck like traffic 105. Get to packing, you and I gonna take a flight. I'm trying to make you my wife. Come get with a boss. 废话不多说，直接抬起，慢慢的下沉，起。好。Clock stop, better watch that. Superstar, never top that. Nothing on her, she got that. You got that. You got that. Body, you got that. Oh, hypnotizing effect on me. You got that. You got that. And she ain't tripping, cause none of the girls got nothing on her. On her. On her. On her. They ain't got nothing on her.第二个动作 ，Yes，Yes， 他的汗超夸张。哇，不好意思哦，全湿了哦，舒服啦。来，然后在瑜伽垫上，从脚跟靠近，运用到上腹部，慢慢的延伸出去。我没有办法完全起身。没事没事，我想要做一个嘛，对不对？不要保留了。不保留了。对。哦，但我从第一个就没有保留了。这个是什么？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哇。脚踏车，我们做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做三个脚踏车之后，停留一下，接着往返进行。一、二、三，停一下。一、二、三，停一下。一、二、三，停一下。感受到腹肌的尖叫。哇！停一下。一、二、三。停，一、二、三，快一点！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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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即将结束。小小的伸展，好，我们先来到婴儿室，我们先停在这边停20秒，大口的吐气，放松一下背部。想想刚刚自己挑战了什么地狱式的训练，给自己一个大力的称赞，做得非常好。我们两手一推，屁股向前，左右的扭转，放松一下僵硬的上半身以及腹肌。好，我们再一起来往后推。谢谢今天自己的努力，非常谢谢旁边有位帅哥跟着我们一起训练，谢谢大家。来，两手一推，左右的扭伸。我觉得汗交是合理的吗？还好我没化妆，妆都花了。哇！我没办法讲话了。做20分钟的训练要休息1个小时。谢谢守正哥陪大家一起燃脂。那如果你有跟着玩这套训练的话，就代表你的实力跟守正不相上下。没有开玩笑，那比较厉害，那比较厉害。对，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